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 Rishikesh。 Rishikesh 这边呢，就是外国人都是来做瑜伽，可是呢印度人呢都是来这边从事一些比较冒险的活动。昨天呢，我的室友就是他在我做瑜伽的当儿呢，他就去了跳高空弹跳，然后还Flying Fox。 然后呢他今天就拖了我一起过来，他说要翻桌，他说很好玩。然后呢另外一个室友呢就是说他就是来 Rishikesh 那么多次，每次来都要翻桌，然后我就想说真的有那么好玩吗？所以我就跟他们来了。对，就是那个很爱冒险的室友，就是昨天去了 bungee jump。 You have to do this river rafting with me. Yeah，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就是很爱泛舟的泛舟哥，我们叫泛舟哥。这是冒险节，冒险节。We go down the Yeah， 我们要去泛舟了。然后我们会从这边开始，总共16公里往下，然后终点是这边。耶、yeah, ，我们要出发去泛舟了。噔噔噔噔。好嗨哦！我们要翻16公里，我就跟你说，就是只有印度人才会来参加。你看后面全团都是印度人。啊，我上船了！बाहर की तरफ करो ब्लेड। हाय। ओके बाहर बैठी है मैं मालूम करो। बाहर बैठो। सी आउट। मेरे सही है। आउट है। बाहर मतलब सही है। आप दोनों को एक साथ चलाने सर आगे बढ़ो। वो जो बोले कंगे मिया की। कौन पाली पापा? बगल बोरिया। अच्छा हुआ एक मिनट को ऊपर बिठाएं। Okay. मेजर ऐसे भी है जिसमें मैं बाहर गिरने के चांसेस हैं, बोर्ड पलटने के चांसेस हैं। भाई तो चाहे हिंदू हो, वो कम हिंदू तो खाया जाओ। कर दो भैया, कर दो। बाहर की साइड बैठोगे तो आप।中途休息，然后这边呢还点了一个 Maggi， 他们是现场做，用那个炭火烧来做的，然后直接拿那个水，然后我们要尝试一下这个恒河水的 Maggi。看刚刚我们吃完 Maggi 的那个盘，他也是直接丢进那个河水。然后我们又直接把那个河水的水拿来煮 Maggi， 就是一个很有大自然的味道。Man， hello， no。哎，我们重新上来了，吃饱过后继续滑。वो कैसे रैपिड आएगा, कैसे लगेगा? Hi， 很快的，我们结束了16公里的泛舟，大家都好嗨哦。好。可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大家特别嗨。然后也没有费什么力气，其实16公里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整个行程大概是2个小时吧，16公里。然后呢，这个价格呢是1000块的泛舟，可是不包含就是刚刚吃那个 Maggi 啊什么的，其他的杂费就不包含。嗯，是蛮贵的。
对于就是在这个印度的消费来说，所以来这边划船都是有钱人。然后呢，大家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就是很少有这种户外活动，所以大家在这个大自然户外才会那么嗨。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了，没有特别刺激，也特别好玩，就是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恒河旁边喜马拉雅山下的风景。好吧，今天就结束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